热门，只通过这个动态就知道双宋已离婚。近日有网友发现宋慧乔的社交平台上面换了头像，并且删除了一下昔日的照片，因为这些细微的操作传出了宋仲基和宋慧乔离婚的消息，但是在宋慧乔的个人账号上面，夫妻二人的结婚照片、日常的恩爱照片，还有两人的定情之作《太阳的后裔》宣传仍然保存着。这里就可以看得出，关于离婚的消息应该是属于谣言而已。宋仲基属于韩国偶像，也是中国少女心中的韩国欧巴，五官精致，长相甜美，荧幕上的宋仲基活脱脱的就是很多人梦里的白马王子。某娱乐大号在微博上称，有的网友天天盼着宋仲基和宋慧乔离婚，希望梦中的男神回归到自己的怀里。可以，如果真的离婚了，网友你也没有机会了。比较是韩国欧巴，有着千千万万的粉丝啊，一切只能再幻想吧。宋仲基和宋慧乔在一起是很多人看了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之后的一个梦想，因为剧中的两个人实在是演得太默契了，颜值、演技，两个人之间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很多情侣粉丝的神经，所以很多粉丝都希望宋仲基和宋慧乔一定要好好的走到最后啊。所以关于谣言一定不要随意的爆出，虽然说明星除去聚光灯下的荣耀，其实生活和普通人是一样的，一样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油，生活久了大大小小的都会有一些矛盾，但是一定千万不要造谣，没有发生的事情不敢乱说的。自从《太阳的后裔》结束以后，就出现了双宋，全民欧巴，是纪瑞及金泰熙之后的最强颜值明星夫妇，一起祝福吧，加油！